阿姨你好，给来一份卤煮啊。好。哎，您帮我加到这里边吧，我带了个盒子。哦，行，哎，给您放这儿了。嗯，可以。啊，把方便面调料先加进去啊。加入火烧。煮沸。哇，这热气腾腾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继续收看十点。这是五花肉，阿姨啊。再来点猪大肠吧。要豆干吧，要豆干吧。哦，不要豆干了。嗯。来点猪大肠就好了，阿姨。哎呀。哎呀，好嘞。好，要都要，调料您再给放一点。啊，蒜蓉，芝麻酱，这是豆腐乳是吧？对，豆腐乳。这个是韭花酱。韭花酱。葱花。啊。哎呀，我看着就有食欲啊。再来点卤煮汤冲一下。多少钱？哇，阿姨，我这份多少钱？20一份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好，再给加点汤，把泡面冲开，冲开。哎呦，加不上料了。啊，烫啊，行行，阿姨这样吧。哎呦，好嘞，谢谢。看20块钱的卤煮泡面，这肯定是泡面的顶配版。看这大五花肉，20块钱的卤煮泡面，嗯，猪大肠这应该是顶配版的泡面了。